想起当天相识见面，貌似初生的少年，决意奋斗迎接挑战，同为贡献多一点。天空星闪光辉再现，让你看见和我相牵，到处去碰不需加冕，欢笑倍添，成长中蜕变，无尽变迁，同根的心永远不变，携手踏遍每寸赤地，只想无尽奉献，延续每天，重生的种子播千遍，只要是有你的一天，都会是有我的一天，两地一心可相见。第一次住在新念的家里，我觉得蛮辛苦的，因为在香港呢，不会有什么辛苦的工作我们需要做，因为喂猪等等在香港根本没有的，但是在他家就可以体验另外一些的经验呢。我想他家应该就是比我家好吧，最起码都就会比我家庭条件都会比我家好一点。我家屋企咧就比较穷嘅，咁系用柴火烧啦，咁喺多间砖屋里面，咁系好焗嘅，咁用柴火烧，咁啲烟就供晒出嚟啦，咁只眼咧佢就好辛苦嘅，譬如炒嘅餸又有辣椒啦，咁所以就烟加埋呢啲咁样嘅气味咧，就令到佢哋系啦就好功利，但系佢仍然系攞住镬铲去，即系只鸡要整好耐先熟嘅，咁仍然攞住镬铲去不断去滗啊，咁。佢睇到佢哋係好俾心機啊，真係好樂意有貢獻嘅心出嚟去服務嗰個家庭。我覺得他很懂禮貌，不像我們這裡的人。還有就是，然後他很愛護環境啊，看見有垃圾就主動捡起來，我們這裡的人看見了都當作沒看見一樣。香港的女孩子可能因为那个物质太丰裕了，所以她们不满足现在的生活，然后经常的抱怨天气为什么那么热，抱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功课啊，还有问这么多的书等等。见识过她们的生活啊，我可以记住在香港里面我会很珍惜我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我是贵州台江民族中学的学生，我从高一的时候就受到香港两地一心的资助，我得到这笔资助之后可以帮我解决很多很多问题。我还没有得到两地一心的资助之前，比如说小学吧，一年级报名的时候我母亲跑遍了整个寨子的借钱，那时候还没有借到，那时候报名也才30块钱吧，我才借到个24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那时候再怎么也借不到了。那时候我特别想读书，就是那一家，他有一个孩子和我比我年龄比我小一岁，他就今年去打工去了。
以后回来这里还是一样的需要种田、种水稻啊为生，所以生活还是没有，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善。而我毕业高中之后，我进大学的话，我回来的话，我起码也是个大学生，我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。我想办一个，帮助那个穷苦人家的一个机构吧，一个组织，这样我也可以模仿个两地一星那个。等到我帮助他们之后，我也可以经常去看看他们啊，去帮助他们一点点啊。到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满足。我叫台月英，我是贵州省台江县台江民中高一一班的学生。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，然后从那以后就是母亲一个人抚养我姐姐还有哥哥。然后哥哥为了减轻母亲身上的压力，他初中毕业就辍学了。然后现在就是我和姐姐在上学，全靠母亲一人在外打工寄学费过来。感谢两地一星的捐助人，感谢很社会上很多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感谢他们的帮助，可以使很多像我一样贫困的孩子在学习方面没有压力。然后因为你们的帮助，因为你们的帮助，我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的在同一样的教室学习，和老师讨论，和同学玩耍，然后为自己的梦想去拼搏，去奋斗。谢谢。